大约十个人自行疏散去到地面。涉事单位的女佣事后打给其他人交代件事。在星期三凌晨三点半，跑马地云地利道五号一个底层单位的工人房突然冒烟。43岁的菲律宾籍女佣发现之后，即刻落楼通知保安员报警。消防员接报到场，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将烟扑灭。经过调查之后，相信是工人房的风扇过热而冒烟，事件中没人受伤。据了解，户主夫妇正在德国旅行，正在得外佣在家。